大卫城中，古时候在大卫城中一地小的马棚里，有母亲刚生了孩子，安放在马槽里。玛利亚是好母亲，主耶稣是小信婴。他从天上来到世间，是真神原圣荣耀。他竟居住在马棚里安睡，在马槽当中，主耶稣真敬虔卑愿陪伴穷小童住。他不再在茅棚里面无牛羊立他身边，我要见他住在天上，做父享又受荣光，众圣徒为他如心，心上一切百如云。